好消息，今天白天气温回升，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的高温来到了20到22度，而其他地区也有23到26，整体来说蛮舒适温暖的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早晚依旧是偏冷偏凉的。今天的最低温就出现在苗栗的造桥，只有6.7度，很低哦。而平均的低温大概也只有8到14度，而另外中南部的低温也只有14、15度，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。而下午的情形，今天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哦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在中午过后或入夜，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，还有基隆北岸、大海北山区，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，雨下的比较零星，而且局部。但是还是建议您要记得携带雨具了。而旅游气象方面，刚刚有告诉大家，今天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，还有基隆北岸是比较容易有零星降雨的几率，所以如果出游要做好雨备的措施。而越往中南部走，天气是更好的，多云到晴。但是提醒在云林以南的观众朋友，这边今天的空气品质是亮起了橘色提醒，比较不好，建议敏感族群外出记得携带口罩了。紧接着提供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给各位观众朋友喽。